连长啊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乡亲们，同志们，我们根据地军民每天抓紧练兵，为的是什么？解放野战队，扩大根据地，消灭南霸军。对，我们要把练兵场当作战场，勇猛顽强，一往无前。刀枪凝聚阶级恨，同仇敌忾打好身。开始操练。我们这些贫农女儿、渔家姐妹拿起刀枪成了战士，真叫人
会决定吴清华同志继任扬子军连党代表。